板演示安装流程。一、首先检查盖板和配件是否齐全，包括盖板一套，橡胶膨胀螺丝底座两个，混尼龙固定螺丝底座两个，不锈钢装饰盖两个。二、撕开盖板保护薄膜。三、准备安装所需工具，十字螺丝刀一把。四、将橡胶膨胀螺丝底座装入马桶安装孔内，注意将其按压至底部。五、将盖板摆放到马桶上，抚摸盖板及马桶边缘，调节好盖板的位置。六、调整底座插芯位置，对准盖板安装孔。七、移开盖板，用十字螺丝刀将底座固定螺丝锁紧。八、把不锈钢装饰盖保护薄膜撕开，将不锈钢装饰盖扣到底座上。九、将盖板安装孔对准底座插芯并插入。十、安装完毕后收拾好安装工具，清洁坐便器周边安装残留物。谢谢观看。